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我们用卫星电视，用网际网网络来请佛出世。这个功德大了，多少人受益啊。有卫星电视，有网际网络，虽然没有到场，我们不在一起，借助这些高科技的工具，我们天天都没有离开，这我们要感激这些科学工具啊，这叫佛度有缘人。你看有缘，无论在哪里，到这个时间收看这个频道，就如同面对啊，这是在这个时代无比殊胜的缘分啊，能让我们的学习永远保持在一起，不至于中断。这个频道就是一朵花了，莲花了。我们天天没有离开这个频道啊，天天在一起学习，啊，注意想想，这是不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设的一朵莲花？我们乘着这朵莲花，就能往生极乐世界。虔诚的向师父顶礼禀告，华藏卫士一定要续佛慧命，永续经营，度化众生，弘扬老和尚的讲经说法，用华藏卫士来请佛住世，请转法轮，度化众生，续佛慧命，华藏卫士任重道远。